按了就开始录了吗？木木减法记，应爸比要求。何先生、何少爷，你要剪什么发型？你这么不只是要短发？没关系啊，头发就是。何少爷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何少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何少爷，你要传统的还是要流行的？潮啦，你还是要潮。啊，我这个设计师帮你处理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剪刀。对，剪刀。不要乱动哦，会剪到头头哦，乱动会剪到头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剪刀。剪剪剪，你不要乱动，剪剪剪。这真设计师，这是我们店里一号设计师，还有专属的摄影师曾秀英，还有不要乱动哦，专属的观众。观众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观众是观众是小 Peter， 我们观众是小 Peter 啊，摄影师是我，嗨，我是阿波。我是阿波摄影师，不要乱动。你说不要乱动。三六五点，照着灯照片按你好不好？别啰嗦了。不要。要三九四。他们已经照顾到，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不要再要求了。要说到怎样？他就觉得说照片太少，就是说已经忙不过。你说 Peter 哦，好啦好啦，尽量啦，我们尽量。说什么？他说 Peter 的照片太少。啊，还可以，怎么那么帅哟？怎么那么帅？哎呦！这个小观众。不要头头，不要乱动。排队哦，小观众在排队哦。好了，关掉了。关掉就红色按一按就可以了。对对，红色按。